我们花花真的是美妆界的永动机，这次好朋友俱乐部系列新出的上色腮红真的是要拿捏我们腮红宝宝的心了。一盘是有两个质地的，分别是膏状和泥状的。膏状的这个质地是很丝滑的，这一块摸起来就有点微湿，像土豆泥一样。01号色奶油草莓，直接用手指蘸取点在脸颊上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来当做眼影。质地是非常丝滑的慕斯状，所以也非常好拍开，是一个很元气很有血色感的草莓红，底妆融合得很好。定完妆之后就是这样的，一点都没有卡粉，真的很贴肤。再来用一下这块牛奶粉，上去一下子面中的黄气就不见了，而且感觉这一块就蓬起来了，微的跟我们眼角连接一下，完全是可以当做提亮使用。看这个对比，画完之后我还喜欢叠加一下03号色这个盘子里面的粉质腮红，真的是超嫩的樱花粉，这个颜色也太嫩了，感觉是那种特别清爽的芭乐，夏天真的好适合这种色调。再来用这盘的膏状腮红来当口红，橄榄皮狂喜的一盘，我的妆容真的不可以没有腮红，真的好嫩好嫩。小小一盘既满足了我们日常腮红的需求，而且还很方便携带，出去玩的宝宝就可以准备起来咯。那今天的新品分享就到这里啦，谢谢你今天也来看我。